Hello，Hello，hello. 等我 share 个 link 出嚟先啊，只 friend，share 个 link。头先我想买嘅唔使咩后咩嘢啊？咩后啊？系啦，好啊，呢度唔识识个后嘅咩？等一等啊，大家。打打，Hello，Hello，听到冇，Alicia？帮我 share 个 link 出去，Alicia，OK，好。So 我依家喺山打更，大家好。今晚就要翻去 KL 啦，But 遇到呢个我妈嘅 customer，呢个 downline 呢个 customer，有好好嘅见证，所以我即刻嚟预起嚟做呢个 live，等晏啲就翻去。KL 啦，KL 啦，OK，Uncle Vincent，So 自我介绍一下唔该，睇到就得噶，So 你啦，系 Vincent，So 你做边行噶？你系自己本身系做咩噶？做苦力，做苦力，好搞笑。其实系一个士头嚟，系 gas 嘅士头，系每日都帮啲客仔送 gas 啊，嗰啲系自己本身。所以我妈就系咁样认识到佢咯。OK，Uncle，so 你用咗我哋有几个 product 啊，其中一个系嗰只 Aurora pants 同埋 Aurora socks 啊。Before that 系咪你有啲脚嘅问题啊？等你用咗之后就冇咗好多问题，有咩问题？六个字，企唔稳行唔厌，气唔稳行唔厌，代表我。So 你气唔稳行完，So 头先你有都有同我讲啦，你嘅膝头哥着咗之后，就减少咗，冇咁痛啊，好翻晒好啦，翻晒，依家都冇咁样啊，冇咗咯，冇咗，冇着都唔会有啊，依家你都冇着啊，依家你冇着，你夜晚黑先瞓觉着系咪？冇噶，有时做工都有着，24小时着，依家你冇着都冇痛啊系咪？冇啊，好翻晒好多。OK，另好好啊，So 另外一个系咪你有香港脚噶嘛？系，收尾你依家着咗之后冇咗呢个嘢，冇咗呢个嘢。好，你喺香港脚几耐咗啊？好多年啦，6、7年。系因为做工环境湿到水，湿到水整到啦。OK，so 依家简直系冇咗呢个嘢。冇咗，着咗几耐你发现冇咗咧？都系2、3磅量。2、3磅量你就发嗰觉阵时咧？个脉仲未出。But after that 物，你买出咗之后，你都有着买嚟着啦。快啊！So 系裤同物整到你个脚有力啲啊，个膝头哥都冇痛咗啊。And then 嗰只香港脚都冇咗啊，依家，好犀利啊！仲有你着咗啊？皮肤好滑啊，好滑。你系男人老狗嘅皮肤系啊，啦，冇脚都滑入。还咗系啦，系有咁嘅。OK，另外一个 on serious 啲噶啦，我知道你前几排入咗院，做咗一个 check up，嗰只心电图加跑步啊，系咪？你一路嚟有食紧 Befeel 嘅有。But 系一日一包。所以你嗰时候做嗰只跑步机同心电图，医生怀疑你系点样样啊？初期咧，我食即系讲我食 Befeel 咧，就系。近心臟呢邊咧係痛，嗰陣時我未 check 到我係有心臟病，都未 check 到我有心血管塞嘅。到喺應該係今年八月尾 check 到出嚟，係心臟塞咗2條，75%以上。75%以上。咁我做咗呢個心電圖出嚟之前呢，之後呢，我就每日加量我。每早一包，慢一包。之前系一日一包嘅啫，一依家做一包，慢一包，有咩效果？效果就靓收尾翻去 check 翻之后，我食咗应该大概三个星期到啊，翻去医院再 scan 啦，scan 几个星期啊？剩翻一条，剩翻一条75%啦，剩翻一条应该唔到75%嘅咯。So 依个系嗰只跑步机加心电图个 check 啦。等你下个礼拜你话你会去做一个个更加详细嗰只系 check 入边嘅，check 入嗰只系好准确咁样会讲出嚟会有几多巴先生。
好，咁样嗰只我哋要等更加详细嘅笔。依家你继续又食 review？ 有，要照做。继续每日食食紧一包啦，系咪？而家个心脏个痛啦，比我未食之前咧系冇咗，已经好翻咗80%先攞。好啊，好啊，好啊！嗰陣時未食之前咧，我每朝早都係一起身就好痛咗噶啦。而家冇咗咁個情形，不特止，即係講好翻咗係我自己覺得啦，應該係80%先咗。OK， 應該通咗係咁噶。不，我哋要等嗰只報告。冇嗰個痛咗啊！好啊，冇痛咁樣就好咗咯，因為你塞咗，你先會覺得有嗰只。好翳字翳字啊！依家可能冇咁塞咗，幫助你，係啊 ，OK。Then 啊，你試到呢啲產品咁好喎，你對嗰啲未試產品嗰啲人啊，會同佢哋講啲咩？會介紹佢哋冇？嗰啲未試嗰啲啊，又有呢啲問題嗰啲啊？試啊！最好啦！喺呢個公司度兩個牌子啊，我自己認為你試到第一 Laura Pen 啦，值得。OK。第二就係 Befeel。Befeel 啊，係咯 ，Befeel 你一個 check 到兩個75%以上，等你 double up 兩包就。之前有幾個 leader 係食到，譬如個心臟有事嘛，我睇到個 video， 所以你有信心咗啦，食啦。你想一日三包是不好啊，一日 maximum 兩包。我想試的。冇啊冇，一日 maximum 兩包就算。因為有一次咪喺我哋呢邊有個 leader 講嘛，就唔好食到太緊要。係咯，兩包 maximum 啦，兩包啦。照我哋嗰只雞嚟食就 OK 噶啦。好。因為呢個 review 係咪？唔使講啦，如果明白個人啦。是啊，這個 review 啊，你講你講價錢貴呢，不要講價錢，我們這裡沒有講價錢，你只是有個翹廳你已經值回了，你用這個價錢可以買到有翹廳入面的產品，你已經值得了。沒有說那些啦，吃到我們如果是本來外氣通波仔外氣什麼，現在吃到不需要做那隻東西已經值得回了，是不是啊？應該是不用了。希望我們看下個禮拜，我也很想知道下個禮拜你 check 了，你記得 update 我。下個禮拜啊。So, 好啦，我們的 live 就到這裡為止啦。So, 大家可以大量咁樣 share 出去，如果散溝變身真係食到心臟有塞都變好咗 ，and then 如果腳啊嗰啲 ，because 佢日日要擔擔抬抬都 improve 咗佢嗰只knee 啊嗰只 condition 嗰啲咯。OK 啦，我哋個 live 就到此為止啦，拜拜。講拜拜，拜拜。